大推荐要买这个网子，非常好用。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庆。七十路呢，我们来到了新竹五峰的仙境微醺。这个时节就是要看云海，不然要干嘛呢？想当然了，这边就是有很厉害的云海哦。然后它也是一个很大的营区。我刚刚开进来就觉得，哦，感觉我这次营区介绍要录很久。走路感觉好像走很远这样。本集看点呢，阿三的厨艺小教室要开张咯，真的是久违的厨艺小教室。今天呢，我逼他做一道菜了。有时候中了我 IG 的人就知道我现在正在断食期间，所以我也不能吃。那所以我就跟他说，不要煮一些就是我好像要试味道才能分辨的。他就煮我之前有做过的类似的东西。这样子是什么呢？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咯。还有就是大家敲完已久的收账小技巧，阿三最后我们要收账的时候会分享哦，所以不要走开哦。在影片开始前订阅增加开小铃铛了吗？没有的话赶快去做，你的一小步都是我们的一大鼓励哦。还有我的 FB 跟 IG 也都是欢迎大家追踪，我是 IG 限动的更新分享狂热者，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赶快追踪起来。那现在开门去吧，感觉云海要出来了，我们期待一下吧。天哪，这个是发霉吗？上次收尾是这样，然后两周没录，就这样一整片，这也是都是 Oh my god， 真的是满满云海满足。两个礼拜哦，酷酷。那来个本日布置啦。那因为我想在外面吃饭，所以我把购物推车放在外面。然后这里，我们今天呢没有带冰箱，我们就带冰桶，因为我不能吃饭，所以相对来说食材较少，我们就用冰桶代替冰箱。因为太久没露营，好多东西都忘了带，我没有带这个木板，然后那个就只能这样倒过来用，蛮好笑的。我们面的是这个 view 啦，是不是还不错？很棒哎。那今天由阿三下厨，因为你要一个断食人一直看食物，真的很残忍。为了爱。这什么鬼？烧冷气吞声。忍气吞声？你说做菜是忍气吞声？那我们平常不是忍气吞声很久？在做菜，我什么都不知道。不要吵，嘘。爽翻了，两位屁孩。他们看着云海吃午餐，我呢只能喝水。妈也太惨了吧！我也要来吃我的午餐啦。午餐是定心鸡，它加热这样就可以了。只能喝定心鸡，干杯！好在它也蛮好喝的，不然我真的是。给我一分钟，让我介绍一下本集团购的东西啦，非常的精彩，而且有几项没有开过团的东西哦，敬请期待。首先第一个东西就是杏色奶灰色的那个韩国的套锅，它就是六件组，两个锅盖，然后三个锅，还有附一个夹子，移动的时候再把它夹上去，然后做移动。那不要这样子放在这边烧，毕竟这个材质久烧是有可能会变色的哦。同时还会有这四个200ml的保温瓶，这么细这么小好看，然后的保温瓶可以放在包包里面，随时都可以喝水，也是不错的哦。同团还有厉害的韩国餐具，然后上一次都介绍过了。接着呢，就是好多人询问的这个烫金石，它是一个瓦斯暖炉，它这边点火以后，它这边就会开始烧红。我前几集都有用，很小巧，好收纳，还附一个收纳袋哦。帮大家找的厂商是一年保护的哦。想说228廉价，哎，大家是不是露营要烤肉呢？所以我就开团了。那如果问我最喜欢哪一个，最推荐哪一个呢？一定是伊比利猪肋条，它超级好吃。有吃过就一定会爱上。那最后一个呢，就是来自韩国的麻药床垫，它是可以留住热，然后自体发热。它主要的材料呢是以石墨烯做成的棉花，然后加上呢它上面的材质是法兰绒。法兰绒大家就知道非常的舒服。我选的是深灰色跟蓝色，啊，我觉得都很好看。它很棒的就是它有收纳袋，它有这种固定袋，你就可以固定在你的充气床垫上面。它很适合车速，你在家里也可以用啊。譬如说你一张已经是电热毯，你不想要用两张电热毯的话，其实有一个是这个温感床垫也不错。因为台湾山上通常晚上都会有点冷，所以我觉得它这个使用的时限很长。这个床垫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一定要记得输入小庆的九折
程码才会有折扣哦。以上团购时间都是一周，如果大家有喜欢的话，要把握时间下标喽。欢迎光临特级厨师小教室。哎，好久没上工了，放了个长假。人不要这么懒惰了，你知道吗？我没有懒惰，我是想要给大家不同的体验。既然大家这么想念我，今天云海来欢迎你的回归。对，我们就在这个大景之下重磅回归。上次番茄导弹不小心就拿了冠军，其实只有两个人比赛而已。对，还好只有两个人，这样子几率比较高一点。以后我们就两个人比就好了，不要太多人。你今天要煮什么？对，因为上次有网友分享，他用实时的一比一猪肋条，一比一猪肋条，对、okay ，然后他做了一个名称很响亮。一比例猪肋条葱盐盖饭，对，你就知道我徒弟多厉害了，好吧？谁是你徒弟啊？我徒弟就一直给师傅意见，我就觉得很棒，希望多一点这种徒弟，然后师傅不要那么烦恼，不然你们要越来越久没看到师傅了，知道吗？这道料理非常简单，只要搭配呢我们之前教的葱盐酱就 OK 了。我的徒弟呢把葱盐酱发挥的淋漓尽致，师傅。非常开心，怎么好像随便谁都可以当你的徒弟啊？哦，徒弟一万人呢，你忘记了吗 ？OK， 一比例猪肋条，因为它本身油花非常的多，所以通常煎不会加油的。对，你不要看它这样子很油很油，但它煎起来最后它那个会变很脆。这一个料理呢，它非常的简单。师傅就是需要多一点那种简单的料理。我说过了，可以不要这么吵吗？小声一点可以吗？再十分钟就好了，好不好？没有人理老妇哎，因为老妇呢不用吼的，没人理我。养小孩不会很难，教小孩真的很难。以前你爸妈也是这样跟人讲的。没有啊，我们那个年代还用讲的，直接就抽起来了，还在那边讲讲什么？没有爱的教育嘞，没有爱的教育，没有这回事。我个人呢很喜欢用那个汤锅来煎肉。尤其是伊比利猪肋条啊、松板猪啊这种，你知道油花比较多的，不会那么喷啊。说是不是很厉害啊，师傅？很厉害啊！这个绝对是我自己想的，绝对不是那个师傅想的。因为师傅呢都是做大事的，这种小事就是交给好不好助手在处理的。他连这个都想不到的话，我就直接把他开除了。有读者看了上次的番茄炒蛋那一集啊，就问我说：“你是不是在家里真的都没有试做过？”啊，我就跟他讲说。没有，对啊，这种东西不用试做，因为你做失败你就等于浪费食材。所以我们都是怎么样，都是在睡觉前躺上去的时候看着天花板，然后呢开始想象每一个步骤，好不好？什么时候要炒蛋，什么时候要加盐，什么时候要加糖，什么时候要加番茄酱，你都在这边已经模拟好了。什么步骤？什么步骤？什么时候要做什么？什么时候要做什么？然后就这样子看着天花板。有看过《后裔弃兵》吧？没有。你没有？你们有吧？这懂那个概念吧？不懂。就是这样子来来去去好几千回合，已经在脑海中里面想出胜利的方法了。再问问题。你又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一定要躺在床上然后讲？你平常梦想吗？所以我说你没看过《后裔弃兵》，那你看过《一龙》吧？好像有。他是不是就是在那边裸着上半身，在那边这样？哦，好像有哈、哦。在那边做手术，这是一个意念，不要浪费食材，好不好？就是用想的，好不好？嗯、可以吗？可以吗？就在就像这道料理，我也没做过。这么简单，谁会失败啊？不会有人失败、啊。你不要吵。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翻面？你怎么知道要煎到什么时候？如果翻面它没熟，就再翻回去就好了。这就是一般人在做的事情，像我们这种有做过王威的就是不一样。像我要教大家一招了，好不好？以后要睡觉之前，不要动不动就闭眼睛，好不好？看着天花板，好不好？想象一下，可以吗？不可以。各位徒弟。可以吧？师傅在今天呢就教大家了，师傅会成功不是没有道理。只不过就做个番茄炒蛋而已，就嚣张成这样。真的，你也知道。所以一定要煎到它，就是油脂都把它逼出了，才会这样脆脆。如果是一般的，我没有吃过的话，我觉得不会怎么样。
但是因为我吃过，知道它有什么好吃，所以我就觉得心里很不平衡。它是真的蛮好吃的。可恶，我将来开团的时候我要自己买十包。十包太多了。他们的肉冷冻可以放很久啊，我觉得十包可以啊。但我冰箱放不下 啊。对，有道理哦。你看，就是差不多煎成像这样，我没手，吃不完忙的耶。然后要煮饭，又要当网美。瓦斯暖炉它是真的会暖，非常的舒服。它很好用，我觉得它也可以调大小。如果你觉得不够热的话，也可以调大一点，还蛮好用的，就蛮适合我的。为什么？就偶尔想当网美的时候可以用一下。它逼出来的油真的是很多，那这个可以炒饭啊，或是再炒一些需要油的料理都很适合。对，就是看你喜欢吃的口感，你也可以不要煎得这么脆。这种拌饭啊，最重要的灵魂就是半熟蛋。我们试试看炸蛋。哇，你这个蛋不得了！葱盐酱有人说它做起来会苦。哦，是哦，那我只能说是你厨艺不精。没有，开玩笑，你可能要把那个葱有没有？交接处那边去掉，那边比较容易苦。徒弟说要加烤肉酱，不好吃呢就找他。完成，哇塞，不得了，这一碗那个蛋有没有？哇，那为什么我不能吃？煎得非常完美。嗯，哇，有没有？师傅有没有厉害？看起来倍儿好吃的。隔壁那位在偷，在偷。哇，被偷！你可以吃，那很酥脆。我会想要吃嘛。我觉得这炸酥脆是很好吃啊。它就很好吃啊。好好吃啊。烦呢、欸，不要一讲很好吃，很讨厌哎。再沾一点这个蛋。Oh my god！ 你真的有卡兹卡兹哎，我都听到了。对啊，看你们想要煎的怎么样。我是觉得煎的这样脆脆比较好吃。我只能说真的是羡慕。我只能说这个葱油酱真的是好吃。可以不要再一直讲很好吃的吗？我知道很好吃，你在家里也不会弄给我吃啊。哇塞！我觉得真的很好吃。抱怨呢？我真的是徒弟真的是谢谢你徒弟。你看这个蛋黄又比较漂亮。我们现在变美食节目了。轻轻松松，很简单。首先要有这个伊比利猪肋点。赶快跟团，赶快跟团。好了，就这样了。我是重磅回归，这样子应该 OK 吧？可以啦，这超级好吃的，看起来真的，我还是要再次感谢那个徒弟。小朋友晚安。妈妈晚安。其实卫浴那边有热水的洗手台，但我太懒了。好可怕，妈妈探测器又醒了。我把前厅稍微弄低一点，这样才不会照耀太阳，也可以看风景。小龟醒了，哥哥也醒了。天哪，我的一杯咖啡的时间又回了。
了，做好了，来，快点。没吃过就知道不好吃，快一点，大口一点，你这样怎么吃得到？我可以在这里尿吗？不行，赶快跟我去浴室尿。快一点，这个就不用人吹，林哥就气死了。嗯嗯嗯、对，好吃吗？他是对我们两个都吃完了才不吃啊。影片最后我要来介绍营区啦。虽然人在先进委区的门口，那在我后面呢就是营本部。营本部它有提供配送一些东西，他们的 view 也非常的好哦。那因为呢营主夫妇就住在这边，所以如果是像我们一仗包场，然后就不用害怕，他们都会在这边陪你。他们的路况呢，我个人是觉得都还不错，都不会有什么太小的路难以会车这样子啊。唯一要注意的就是它这个下面来的时候，如果你是低底盘的车，你要注意一下咯。我们继续往前走，因为他们今年全部都改成包区制了，银主也为单飞的朋友也准备了两帐，一定非常的抢手，因为只有两帐，所以假日的话也要找定咯。这边呢是蝴蝶生态站，我们进去看一下它的风景，风景超棒，好美哦，天啊。第一张单飞的位置这样子，那一样空间是比较小的，看一下它的风景也不错哦。如果你想要在仙境闻熏樱花树下露营的话，那就是选这里啦，这也是单帐的。继续走呢，我们来到了维勋广场，那这一区呢它也是包区制，八帐包区哦，大树下露营也很棒耶，看出去的 view 就是这样咯。他们的卫浴设施呢只有一个地方，但是这个地方我超级喜欢，我觉得一整个就会让人觉得啊，这个营区是非常非常在整理的。这边就是有吹风机，然后它这边也有杂货小铺卖的东西。洗手间呢可以给你们看一下里面是不是很棒，一看就觉得哦，好高级哦。营主有说疫情期间厕所就是单用，那这间呢就是我们的月线的层，那里面是没有卫生纸的，卫生纸都在外面。这里有小便桶，来看一下卫浴啦，柜子，然后这里有挂钩，然后有敷沐浴品，然后有小板凳，这看起来很不错呢。这边呢有超级多间，后面还有一排，然后就走到他们的饮水机、冰箱，那这是冷冻，那边也是冷冻。这边呢它有一个借你用，里面就是碗筷，然后这边还有锅子，有保健箱，非常的专业。卫浴旁边呢就是上层区，也是我觉得最美的风景的一区，而且离卫浴最近，一览无余，而且它其实不太会被树挡到，所以我觉得这一区最好，他们风景最棒。在最美的风景的同时，但可惜一点就是它比较不太能拍到帐篷跟它一起，都会被树挡住，所以如果你想要拍到你美美的帐篷的话，可能要选我们那一区，就是中层区。所谓 VIP 区就是下层的11、12幢，视野是这样子的。啊，比较可惜就是有一棵树挡在那儿。但是我有看过别人的照片，从这边拍过来这里，超级漂亮。他们这边都会有这种古道跟廊道。当然，如果你是喜欢走走的人，也很棒哦。他问我说，比较不会被树挡到，然后又可以拍到帐篷的地方，就是我们这区啦，中层区霸王营位，这里很漂亮，我们两天一夜的家，那 view 就是这样啦，很美。这一区就是中层的下方，可以看到它的 view 也是无敌哦。我昨天拍云海啊。的地方就是在这里。那最后来点营区小心得啦。那我还蛮喜欢这边的，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路况很好，然后你很好到达的一个云海营区。它的优点呢，我之前有提过嘛，我喜欢它的卫浴。它每一区其实风景都很好，而且都有各有特色。硬要鸡蛋里面挑骨头的话，只能说它可能有蜜蜂，蜜蜂是一个缺点，或是有一点苍蝇吧。它周边的林道很多，所以如果你喜欢去走走的话，不怕没有地方可以走走。那最后提醒大家，我们团购
商品的商品链接还有下面的告诉你啦。小青只要一张还没订阅我朋友，赶快订阅我们，别忘了开启小铃才会收到最新片的通知哦。那就这样吧，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大家敲完你要收账的小技巧，来，请告诉大家。首先，之前都讲过了，只是我们只是把它集合在一起。好不好，首先呢，睡账呢，把钱包放下来，然后留四个角就好了。那如果我五个角可以吗？可以，通用，反正就是留最下面的角，对不对？OK 吧，不管你有几个角。好，你赶快去收吧。折这个睡账就是跟你的账目大小差不多。好了，完成，睡帐就收好了，要跟那个帐篷一起收进去，所以我不会把它卷起来。反正东西就是拉车以后都会比较好收。我觉得网友应该最想知道的是折多大才可以刚好塞到那个帐篷袋里面，就跟银柱的尺寸一样大。那你怎么量的？凭经验，其实我的经验。真的是经验。那如果你没什么会怕的话，你就拿你的银柱来量啊，这样就好了，应该不会难吧？这不是需要我教吧？好人厌的嘴脸，大家都是成年人了。看你怎么收了。就这样、我们就折的时候，对不对？这边就把它放下来，然后那个绳子啊，可以先不收起来。因为绳子湿的收进去就很容易导致你的黑胶水解，所以建议绳子最后再收，边折边收边啊。我先当老板。先把它放进去。不要放在最头，放前面一点。为什么？因为让它包进去啊。因为你是不是太胖，没有拉起来？有办法啊。怎么会没办法？笑什么？为什么会太胖呢？因为呢，就是经验不足。应该不会难吧？应该不会难吧？应该不会难吧？没有，刚好那个跟那个银柱的大小一样。